什么恁的破台语？2021年要到啊，就祝大家赚白万里。在说什么？完全不对，赚白万里。卡，祝大家万里赚这白里，所以就来吃台南的赚这白里，是杭巴来的，即马就来吃。看看看看，哇！这是西富，我有点一碗石锅拌饭。锅巴，锅巴是一种较危险的物件，小心，要注意你的喙齿，慢慢剥就对了。味是 OK 的。什么都没有，你开始跑。这个是味噌鱼啊，翻。我们等一下会一直翻的，一直翻怎么讲？台语翻。变，一直变，一直变。我来叫锅这个鱼啊。叫什么鱼？什么都烤了，什么都烤了。太多了，回家了。我们有很多小菜，这是鱼翅跟蛋，它奶油白菜跟蜂蜜五花肉。那讲这些小菜哈，有点像黄瓜。汤鱼啊，你夹不夹哦？它真的快烧回家了。好吃吗？哇，就扎实的鱼吧，大概一只鱼啊。哇，有够好食的鱼啊！丁丁的甜咸，又有酒去洗耶，真的啊，脆嫩啊，好吃吗？哦，足嫩呢，够有一点仔咸滴咸滴的，哇，袂歹食的，即摆为止嘛是足满足的，足满意的，食飞机，袂歹，已经八卡，所以我直接包就对了。OK， 我都要这样套餐，所以不知道有什么我忘记了，领就对了。很解腻。手忙脚乱的我们。这么多东西。哇，这个是虾米？这看起来厉害。哇，这个应该是生菜卷，对不对？我没有点。哇，看起来已经捞出来的酱。生菜卷，哇哦。这美乃滋的料皮最好吃的，你看外面这个皮啊，那个是饼吧，一种有彩皮的饼，这样里面有芝士，还有很多培根还是火腿的东西在里面，配合起来是最好吃的。罗森，慢慢点，谢谢你。对，哇，你可以喝一口看看好不好喝吗？难找，难找，柠檬糕，甜甜，哦，来 Merry Christmas， 哎，很配耶，这一两杯，洛神加莱蒙，啊阿伯，这沙拉哇，我东西都吃不完呢。哪一种酱？油醋哎，加扇贝哎，扇贝是。扇贝。扇贝。它是粤语哎。拜拜啊！玫瑰的造型的猪吧，烤。哎，里面比较薄哎。系啊，无同哎。我是油花卡济，雪花猪。哦，是不是差不多？差不多，好的哦，好啊，好搞呀，就嫩的地方，那你也介意，你也介意，你行个就成功诶，嘟嘟哇呵，雪花的，哇，看起来很像，因为较厚，口感。剥起来乖乖，袂歹。虽然伊是厚的肉，但是是好剥的。但是伊的猪肉剥，迄种翘车猪肉剥的。因为它不是美国猪。我们现在要蘸这个了吗？对，开始。very very good。烤肉酱其实也比较好吃。要配台语。台南口味烤肉酱。生菜 with the 八。蟹肉不行。今天一个酒滴滴的有够好吃，哎，这老料你看这些，照顾的地方，好啊，哎，看哦看哦，来哦，这怎么知道吗？这个是锅咯，除了调锅锅巴，锅巴锅巴，来，锅巴锅巴，太熟太熟，不会嫩吗？嫩，我这里是用，我这里有这些油脂外垂来这跳舞的感觉。来看看这个，因为我最爱改的锅巴，这一点叫做肥牛，这一点是 cheese 鹅啊，鹅泥，他说要搅，真的吗？就是这么嗨啦，那我这吃腿，那等下会变，他等下会，你是看会不会拉到门口？哦，先拉到门口去，走了走了。
还是可以吃，不要。你就是你啊，什么鬼主意叫我拉到门口？哦，你去谁？就得别嘞。行不行啊？这到底行不行？对你来说，你行不行？好吃。嗯。喝起早。喝假喝假。第一热条。啊，有你这一行哎，不成功你就知道。试试看，你只在哭泣而已。我感觉有一点咸咸的外口，这个我感觉 OK 尔，不是我的 favorite。你自己烘鸡腿给我吃。你有试过弟弟的酱，有一种蜜汁烘鸡腿的感觉。袂歹袂歹，粉水你有看到无？一直在滴的，起码为止印象拢袂歹呢。啊，这个就是阮店的三种甜点：鸡蛋布丁。就是伊雷特。有可能。来，有伊雷特的 feel 诶，我食。有够厉害，我介意芋香紫米，所以这个是 O I B ice cream。虽然我们第一天到你家都没是嘴巴上紫米。啊，袂歹，袂歹，这个就是抹茶的冰，有红豆，这个是啥物？应该是白玉，像抹茶那种。加冰了。化冰。红豆的味足重，已经含起其他的味，拢袂歹啦，拢袂歹。我上介意这个，不仅有伊雷特的鲜度啦，劲劲。压力的碳子比例有到家，碳子哪里？都不一样啊。碳子比例。哦，又忘记了。哎呀，重来重来，压力的碳子比例有到家，第一个食印象是足好的，我感觉有八十五分。八十五分。八十五。上介意的是伊的猪扒咯。对啊，布丁嘛另外讲，华丽，哇哇，我要拍八十七分，那是爱食食到饱的人，也是会使食爱考爱对咯。但是这卡果冻抹茶冰上面的红豆非常好食，蓝藻柠檬饮嘛就有特别的。我食过台中的乌马加地辣，我感觉这间是。第二名，我变第一名哦。不过嘛，袂歹，嘛袂歹，八十六，八十六。为什么要硬要卡在我们中间？不像你某人讲，伊个蚵仔起司，哦，蚵仔起司赞，哦，蚵仔起司修就赞，修是修嘛，修太好吃了，一起修，它叫芋头起司烧，修，硬要，修，然后你在修什么？你是来看吗？还是怎样？说修哎，怎么了？因为很好笑，我不要笑我的台语。原来是气死修哦，他的名字啊，他在讲他的名字。我在，我以为是修战。好了，不要讲这个，我应该点两分中气死烧，因为有一个锅，白白锅，白白锅就唔香，过香个就是白的，无多食。点两分，我话少。今日的建议就到这，后盖继续4.70，下面吃下面就吃下面，后盖见，拜拜。